站起来，给本座把头抬起来。终于找到你了，小云。 签订本座情缘，罔顾天规，亵渎神威。准本座的话，姻缘阁拆了。啊！姻缘阁绝对不能毁在我手里。若是完成了神君的交代，立下了功劳，不知能否留姻缘阁一条生路？不管了，拼了！仙君。 千丝应该如何解呀？我本座知道啊。仙君，这是要砍我手，还是要砍我呀？你猜呢？ 仙君，仙君息怒啊！仙君，你好啊！从今往后，你便是本座的历劫仙女了。我和朱公仙君还有六次情劫要立。哎，方才仙君就是这样吩咐的。那此事就没有回还的余地了吗？
又来了，为何总会出现这些画面？你便是地修族的皇子。是。日后，你便安心待在这摩罗地宫。 把这当做自己的家。是你吗？真的是你吗？绝不放手，我也不回头。为你哪怕我一错再错，我许下不。 先去，要不小仙就先跳为敬了。嘿，又来。 告辞。见过初空仙君，您听得到我说话就哼一声，听不见就哼两声。看样子是真喝了忘川水。什么五万年的战神呀？这还不是落在了我祥云的手里。 初空仙君息怒！初空仙君息怒！不行不行，以初空仙君的性格，要是等他回了天界，想起我在人间欺负他，初空仙君，小仙刚刚只是想逗您开心，可绝没趁机揍您的意思啊！金国绝对不能让须眉，我就是喜欢我们祥云这洒脱的个性。 这才是我们将军府的媳妇该有的样子啊！我不是，哎，宋兄啊，我再敬你一杯。这次一别，我们再相聚，又不知道是何时了。祥云，这次我要随我爹去边塞出征了。 那挺好的呀，你自小不就想直干戈以为社稷，这一次正好是个机会。此去一别，不知再见是何年月了。嗯。<笑>哎哎，相遇。 以后我们不在一块儿了，但只要抬头看看天上的月亮，我们的目光就会在上面相会。到时候，我们就还能在一块儿。哎，你。 带我取下赫赫战功，我便娶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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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娶你！哎，好了好了好了，你小声点行不行？快下来，少说两句好不好？好。哎，轮回总是无声。 缘分错落中浮沉，喝这么多干什么？
天天怀抱天真要将时间相去过远。还不下来？当心！哎，好久不见。是啊，好久不见。我写给你的信，啊，你一直带着呢。不是不是不是，你别误会，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我也想你。这次我不打算走了，我想过了，我要把时间空出来，好好陪你。这不好吧？影响仕途啊，空空。放心，仕途和你，这次我都不会耽误的。那我之前问你的那个问题，你也是愿意的对吧？不愿意，我当然是不愿意啊。不愿意啊？你也觉得我们的事情应该尽快办了为好是吧？最近我脑子好像不太好使，不如你告诉我，何为愿意，何为不愿意啊？我在信里都写了的呀。自然是推迟婚期之事。你若是不愿意的话，最快下个月就可以完婚。愿意愿意，我若是愿意呢？愿意啊。嗯，自然也好，这样有多点时间可以准备。最晚年底，咱们就可以把事给办了。啊？算姻缘。嗯。哎呀，大师啊，怎么回事？不妙，不妙啊！二位乃是生生世世遭到诅咒的怨侣，若强行在一起，不是生离便是死别啊！啊！就算天意如此，啊，我们也一定要在一起，如何？这。血光之灾在所难免啊。空空，这可怎么办呀？没事的，若他有真本事还会在这儿摆摊啊，不过是江湖骗术罢了，不足为信的啊。今日这姑娘能否留一命，就看陆少将军如何表现了。记得，怎么会杀了你啊？那我们来过。哦。说吧。天地在上，不管何时何事，你陆长空都不能杀祥云，永生永世都不能变。啊，等会儿。
这算什么誓言嘛？啊？你就说，你答不答应吧？答应你。好点了吗？怎么会这样呢？真的没有知觉了吗？没有知觉啊。还装？我看你能坚持到什么时候。一点知觉都没有吗？一点知觉都没有。大胆先帝，竟敢趁本座历劫失意，诛我清白！小心冤枉！小心冤枉！找死！小心冤枉！哎，祥云，其实昨天晚上辗转反侧的人不止你一个。你也没睡好？你也做梦了？是啊，因为。我想到了你。我真的有事儿，我就先走了。哎，这是我们从小到大的样子。你我青梅竹马一起长大。你呢，古灵精怪，活泼好动。我自小是沉闷了些，总是跟在你身后，仰望着你，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成为那个和你并肩同行，甚至照顾你、保护你的人。一转眼，我们也到了成亲的年纪了。你说过，人生有许多可能，未来还会有很多选择和机会。我思忖多时，过去我的人生有你，所以未来呢，也希望有你相伴。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这便是我对你的感情。我此生所愿了，未来我们会有儿女承欢膝下，到时候那走马灯上便有了更多的欢喜和热闹。老李呀，老李，你可别太离谱，连小孩都变出来了。宋祥云竟然敢得罪我家英氏小姐。Thank you.
的故事还在流传，因果循环早有记载，命运的红线交织牵绊。哎呀，连呼吸都没了呀。如此看来，只能再度两口真气让他。哎哎，陆长空，我怎么没发现你是这种人？你小时候可不是这样的。你到底跟谁学坏的？我整天跟你混在一起，自然是学了一些小把戏。你，湘云，我知道你是真心为我加油，怕我崭露头角，但这一次恐怕要让你失望了。相信我的见死不救。枪！枪！不要命了你！我以后这么危险的事情不许再做了，听见没有？听见没有？都来，救长空没有错，可你怎么能在陛下面前胡言乱语？不要命了？哪有那么严重啊？我们宋家和陆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要是陛下发怒的话，不但我们宋家有难，还会连累长空。那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呀？反正我没错。你，宋统领，陆长空，我有什么事儿啊？之后再说吧，别让你爹生气了。去吧。嗯。真是生了个好儿子呀，陆爱卿，你战功赫赫呀！难道你想让天下人都苛责朕吗？风云将起，纷乱将至，我绝不能将湘云卷进这场是非中。湘云。这么说，陆家就要出事了吗？皇上已经让监察使悄悄拿走陆家所有的卷宗和账本，这出事是早晚的事情。已经到这般地步了，少爷，你一会儿要是有吩咐，记得叫我啊。嗯。湘云，你怎么会在这儿？我有件很重要的事要告诉你，少爷，要不我还是替你去一趟宋府，把宋小姐请过来吧。我看你在夜里时常攥着长明玉，紧紧不撒手，想来定是十分思念她了。要我说啊，你也就别抻着的。闭嘴啊！啊！走啊！
是我上次说的话还不够明白是吗？陆府可能有危险，你还是收拾收拾，赶紧离开京城吧。你我从小一起长大，我真的不想把场面搞得这么难看啊。好啊。你为什么非要纠缠我呀？难听的话我不想再说了。我听老宋说，监察御史已经暗中得到你们家的卷宗和账本了，我看他的样子不像有假，你还是离开这里快走吧。我们陆家四代良将，代代尽忠职守，怎么可能有事啊？你到现在还要骗我吗？你一定是听到了什么风声，所以才要和我断绝关系，害怕连累我们宋家。我是不会相信你的话的。湘云，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对你痴心不变？当真要我把话说清楚吗？好啊，那我告诉你，我陆长空与你退婚和宋家没有任何关系，谈何牵连？我们是青梅竹马一块长大的，但人是会变的。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成天在街上厮混，在赌场疯玩，还有那些小把戏，是我累了。我不想再陪你玩下去了，可以吗？从今往后，你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的事儿你也别再管了。话已至此，你还不肯走吗？陆长空，如果说这些话、做这些事儿能让你心安，我愿意配合你，也不会做你将行道路上的绊脚石。可退婚一事不急于一时，如过了这关你还是这么想，我会亲自跟老宋说明原委。陆长空，你别忘了，我们拉过钩的，你绝不能死。自小我行我素，肆意妄为，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可今夜不同，我并非任性，我无论如何都要去救陆长空。可后果你想清楚了吗？我只知道，我如果今天不去见他的话，我会悔恨终身的。阿娘，你不要拦我。你的性子，娘怎会不知？你要是想走，
谁也拦不住你。你一定要万分小心，不能冲动。多想想爹和娘，我们不能没有你。他不能死，老宋，你就让女儿再最后任性一次，放我们走吧。你想好了？若是陆长空死了，女儿也不会独活的。你走吧，老宋，快走，走啊！父女不知何时才能相见，爹爹不能在身边护着你的时候，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这样就好了。你不是初空，只是陆长空。
成功，是不是伤口又裂开了？你干什么？我当然是帮你检查伤口啊。你现在都这样了，别逞强了。是不是很疼啊？我再轻一点。你看，遇到危险，你还是会保护我的。没事了。可，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他们现在到处搜查，我们怎么躲都会被他们找着。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们就在这个院子里待着，等风头过了，我打算去投奔舅舅的军营，好吗？我们为什么不找掌柜换张床？又得加钱。这话本里果然都是骗人的。以后这样的话本啊，还是少看啊。哦。我们这样像不像私奔啊？你不要跟着我了，也不知道我未来将会面对的是什么。我知道。无论你未来面对的是什么，你还有我，我愿意陪你以后面对一切。夫人的聘礼，陆长空补上了。填补空缺的软肋，如果爱本就不高贵，凭什么换来我狼狈？面对被摧毁的心在下坠，我明白爱情不是生活中的必备，可还是学不会去习惯事与愿违，与爱无关，困住我的是我的不甘，可爱不该结束的那么不堪，谁不
自己才能终身浪漫天空还会冷下次我还会勇敢日后与爱无关我会对未来充满期待不论这爱结束得多么不堪谁不可替代爱自己才能终身客官请留步这是夫人留给您的还有外面那匹马夫人说是她的嫁妆世道险恶朝不保夕二位都自求多福吧多谢山高水长云过天空今日一别各自殊途但我们终会重逢别忘了你自己做过的那些事那宋家的小姐你为了得到她不也是步步为营处心积虑吗当初你向父皇献计教唆父皇命他爹灭了陆家如今又将他宋家逼到这般田地不就是为了让他走投无路投靠于你吗小云小云你真的恨我至此吗修明不你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修明你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既然一切都是因为我而起那就由我来结束吧小云你小云为了你我的确借机除掉陆家也曾敲打过宋统领但不管你相信与否宋统领和你娘的死却非我本意我知他们是你在世上最牵挂之人我怎会对他们下手呢可我能让他们生却掌控不了他们的死湘云你相信我好不好可以答应你，除了这件事，带王妃离开。是。还哭什么呀？
总是你说前去晚去，我一句都不会信。你何苦说这种话来逼我离开？无论是生是死，这辈子我陆长空认定你了。我们之间还有未来吗？变成这个样子，我不是让你好好的活着吗？你看啊，我答应过你，我有好好活着。你如果在的话，能不能出来看我一眼？我就看一眼，至少你让我知道我在这世上不是孤独一人。以后咱们也算是朋友了。不愧是修明殿下，还真是交友广泛啊。刚才怎么没见到你啊？你不是先走一步了吗？你看你又吓着别人了吧？大家都是天界同僚，又相伴历劫，做个朋友怎么了？仙子莫怕，初空仙君他只是刀子嘴豆腐心。那你是不是还欠本座这位朋友一个解释啊？我当然会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啊。神君升你的官，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因为我干得出色，是金子总会发光。那你要感谢谁啊？感谢姻缘阁，感谢红线嗡嗡的点化，最后还要感谢我自己。忍辱负重，历尽艰辛，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啊，实属不易。还有呢？还有吗？你觉得呢？还有，小仙虽然来姻缘阁时间不长，也没有给天界做出什么杰出的贡献，但每次都认真努力地完成牵红线的工作，能有今日的成绩，也是感谢天界这个温暖的大家庭。神君此次的嘉奖，也是对我现阶段工作的肯定和鼓励，小仙觉得十分荣幸。我始终觉得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一定会好好努力，不辜负昊轩神君对我的厚望。好啊，很好。既然如此，本座也要嘉奖你。这多不好意思呀。什么嘉奖？
抄心经，助你静心，望你渐骄渐躁。嘉奖吗？这分明就是在捉弄我。本座在凡间的时候，记得你多次和我提，不要记你的仇，不要算账，是吧？想来是带着仙界记一下凡的呀。嗯，我就知道找我来准没好事，果然是来算账的。不是说不记仇了吗？怎么还记得这么清楚啊？对此仙子不打算解释一二吗？虽然如此，但仙君在凡间答应过小仙，不找我算账。是啊，但是本座不是陆长空吗？嗯，不管怎么样，小仙也是为仙君挡了一剑。小仙曾听闻，若是灵魂逝去，便会化作一颗星辰，也不知道哪一颗是他。做凡人，终究寿命还是太短暂了。做神仙好，至少可以和所爱之人相伴千年吧。月光一定是你铺垫着情绪，柔软陆长空存在过。雾气一定是你浸透我情绪，只要有人记得就不算消失。说不清矛盾心情，却渴望我能珍藏或者删去。你只是在途径，心跟着起涟漪，好神奇。想问谁有独爱的秘籍，好让我闭上眼睛就可以去飞行，飞过你瞬间。你看那颗星最亮的那颗，你知道那是什么星吗？什么星啊？是战星，是你，你看到了吗？我看到了，特别明亮。一瞬间就决定，比起拥有你，我再次想你更为。本座便带祥云仙子下界了。恭送。啊，仙君他喝了吗？带走。是。不要，不要。这姑娘的确有玲珑心。
真的。那教主，我说对了，您不用死了。湘云，我找了你这么久，没想到我们还是以这样的方式相见。才一炷香时间没见，就给我爬高上低，上房揭瓦是不是？一点儿也不知道怜香惜玉。怜香惜玉？嗯。你是觉得香和玉这两个字，哪个字和你有关系啊？别人家的小徒弟，都是乖巧懂事、尊师重道，哎，你倒好，像后山的野猴子成精，偷偷混入我圣灵教的。圣灵教对于我来说就像家一样。我喜欢这里的生活，我也喜欢师父。你说什么？我说我喜欢师父。我喜欢师父的处处宽容，谆谆教诲，还喜欢小忍师兄，他对我的细心照顾，还有阿摩师兄教我习武。我喜欢这里的每一个人。我想为大家做些什么。那就回去好好把海棠糕做好了。嗯嗯师妹好像真的喜欢猪哎，本座了解他，因为小猪对他来说代表着特别的人。嗯，你怎么这么臭啊？要不我就叫你臭臭。臭臭，师傅。哎，这又是什么呀？这个呀，是我做的坛焖红烧肉。没想到竟然比煎炸烹烤还要容易，一次就成功了。这啊，我就知道臭臭是师傅送我的，不过我房间太小，我就把它放在菜棚，让刘叔帮我照看着。哦对了，师傅，你中午都没吃饭，吃点东西垫垫，再喝茶吧。小翔，吃饭先喝汤。对对对，来来，我帮你盛个汤吧。这个菌菇汤啊，特别好喝。来来来来，多谢师兄。
这菌菇汤真好喝，师傅做的菌菇汤果然好喝。来，教主，我也帮你盛吧。来，来，阿莫。此汤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尝啊？好喝，再来一碗。好喝，好喝，好喝。师傅，您不舒服啊？这菌子没煮熟啊，可真是太毒了。师傅，嗯，谢谢师傅的家宴，这是我来圣灵教。 最开心的一点。你喜欢为师做的菜吗？我喜欢。既然如此。 那位是明日再。师傅，教主，师傅，你怎么会在这儿？看风景。这个给你。嗯。 不吃。 以后离那个姓裴的远点儿，他满口花言巧语的，当心别被骗了。不会吧？但裴公子说话确实奇奇怪怪的，我才没有当真呢。小香，只听师傅的。这才像话吗？可是这果子，我可是专门给师傅摘的，师傅真的不要吗？ 说吧，师傅，和小翔双修吧。你说什么？我说和小翔双修吧。哦，对了，小忍师兄还给我找到了《江湖有缘》三部曲，其中就有一本写到黄大侠和郭女侠，他们俩就双修了，效果特别好。 鲁琴人，我前几日还听弟子们在一起说，说我们整日在别院里不出去，一定是没日没夜没停没休的在和和双修呢。没停没休？嗯，可是我跟他们说了，师傅根本没教我双修，我连一招半式都不会。那他们是怎么回答的呀？他们说和和双修是个好法子。 简单方便，效果又好。师傅，我们要不要试试啊？嗯。嗯。出去。师傅，你要亲自教我习武啊？嗯。那太好了，日后我就只跟师傅双修。嗯。 小翔师妹啊，其实双修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嗯。千忍收藏的那些言情话本啊，为师都让他筛选了一遍，别留那些你不该看的东西。嗯。还有那些使坏开你玩笑的弟子。
本教主揍了他们一顿。师父揍他们了？本教主身为一教之主，有责任正一教之风，教训教训他们很正常啊。师父，谢谢你。那些小子胡言乱语的，还敢把玩笑开到你身上，不教训他们一顿能行吗？哼。哎，手疼了是吧？是手上没力气，刚学武功的时候最容易受伤了，所以这个缠腕啊一定得缠紧了，不然容易受伤，记住了。师父，这个内力有没有什么速成的方法呢？内功是苦功夫，那些功力深厚的弟子都练了10年以上了。哦，别总想着偷懒，先把剑练好了。来，师父带你一块儿啊。嗯。小翔，小翔，把眼睛睁开，小翔，小翔。轮回总是无声，缘分错落终浮沉。小翔找到雪莲了，天真要将时间去过问。别睡啊，别睡啊，不准把眼睛闭上。师父，你有空吗？别睡啊，被说了，不准在雪地里把眼睛闭上，不能。小翔，小翔。别担心，交给弟子吧。千人务必把小翔给我医治好。好。走过混沌岁月，回望情最深，是我们。这个修明殿下，朝我命不设定不说，还给
给仙君小祥子情节捣乱。这小祥子要是冻死了，我这一次不白写了吗？不行，我得告状去。谢谢师傅，师傅对我真好。哎，这是闹哪一出啊？师傅，雪莲呢？我好不容易找到的雪莲，我不是交给你了吗？你去哪儿了？雪莲我送去药师阁了，你的心以为是心领了，但是以后不许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你如果再犯的话，为师一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不听话的代价啊！师父，这时候也不早了，师父就好好休息，小祥就先回去了。你刚醒过来，身子骨正弱着，出去受了风寒怎么办？不还是给师父添麻烦吗？愣着干嘛呀？躺下。哦，接着睡吧。看着我干嘛呀？还想啃大肘子呢？啊？小祥只是在想，师父为什么从前没去过圣灵峰顶采摘雪莲？雪莲据说可以医治心疾，不是吗？为师不喜欢雪。为什么呀？师父，多大的人了呀？还这么不修边幅。还有吗？别动。等你回到天界记起一切，还会在意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吗？师父，这是送给小强的吗？嗯。你刚才的回答为师都听到了，为师准了。师父的意思是愿意让小祥一直陪着你了。以后行事啊，不可以这么莽撞了。万一师父不在你身边，更要谨言慎行，好好的，自己照顾自己。师父不是答应过小祥，要一直跟小祥在一起吗？为什么还会不在小祥身边？师父是说万一，万一师父不会的，小祥会一直陪着师父的。我们一直在一起。那你答应为师，一定要好好活着，不管发生任何事。师父不想让你知道有关玲珑心的一切，希望你能替为师好好活着。为什么我的心跳得这么快？绝不放手，我也不回头。师父的心跳得也好快啊。难道我们的心是
是一样的吗？是真的，师父，小香愿意把心给你，你要吗？我，那师父愿意把心给小香吗？小翔，是你，你为什么要杀我爹娘？你为什么？为什么要杀我爹娘？小翔，我为什么？为什么？终于消失了，师父，你的手。方才为什么舍命救我？师父有危险，小翔当然要救啊。本座还不需要你一个小仙子几丝三分舍命相救。师父，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还记得师父之前说过什么吗？那你答应为师，不管发生任何事，好好活下去。 生有玲珑心之人，这二人唇齿相接，若心脏发光，便为真爱，可以开启转职之法。一环圈刻在脑海里，即使的轮转，苦乐都与你作伴。重逢并不是偶然，是我为你。 小翔，小翔。
我与仙君下凡历劫三次，经历了那么多事情，若是因为这些事儿，我就误会了你的话，那我岂不是太笨了？虽然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是同源元神，但我知道仙君绝对不会害我的。仙君把玲珑心给我，不只是为了治愈我的心疾，也是为了修复我的元神。 这才是我应该做的，因为我绝不能看着你为我牺牲啊！可是仙君要与魔头战斗，还要守护六界苍生，若是元神无法修复的话，沧海复生，那该怎么办呀？若是要牺牲自己最心爱的女子，才能拯救苍生，本座还算什么战神啊？可是，肯定会有办法的。 护神咒是败了，我是什么护神咒啊？啊，是我麒麟一族代代相传的家族传统。若是认定一个人作为终身相伴的爱侣，那便可以在他的元神之上种下独有的护神咒。这原本是我为你准备的时辰礼物啊。 兴许是仙君元神受损，所以才……哎，没关系的，我已经很感动了。那也不行啊，必须给你种下护神咒，确保你元神无恙，这样才能让我安心与你下界历劫。我再试试。哎，好了，仙君难道就不想知道我许了什么愿吗？我的愿望就是可以天天和仙君待在一起。 像今天这样无忧无虑，相依相伴。还是要祝你生辰快乐。仙君，你来了。胡闹！仙君，我们已经回来好几日了，可一直没有见到老李，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本座一旦查到李天王的消息，会立刻告诉你。我当然也希望老李只是下界游历，可他若是遇到不测。 我们多耽搁一分，他便多一分危险啊！好了，别动了啊！你先到本座身边来，到底如何我们再商量。若是情形倒过来，老李也会愿意为我冒险的。仙君，这次。 就当陪我任性一回，湘云，疼，哎呀，好疼啊！ 手怎么像个男人呢？哎呦！仙君，祥云。 确定这套剑法是这么打的？没错，你现在男生女心，这套云柔剑法柔中带刚，正好适合你练习。这招浮云流水，轻灵翔动，其中蕴含着……哎，哎，哎。
你不在乎啊？自古严师出高徒，到了战场上刀剑无眼，可没有人会服。你听好了，等你班师回朝的时候，记得回来喝本公主酿的海棠花酒。听到了没有？听到了没有？听到了没有？听到了，愁死了。有什么话想说就说吧，别憋在心里。此去前线，魏国的兵力是齐国的数倍，你要万分小心啊。我知道。哦，对了，还有镇远大将军，他是太后的人，一定会对你处处提防，你也要小心。我知道。现在大敌当前，镇远大将军虽然与皇帝有所隔阂，但毕竟是齐国的将领，保家卫国才是首要责任。还有欣然，我已经派人看着他，别太担心了。将军，该启程了。走了，别送了。这个你随身带着吧。只是历劫，即便你战死沙场，朱公也不过是回到了仙界。可是为什么我还是这么舍不得？我等你回来。朱公，我欠你的海棠花酒算是补上了。等你班师回朝的时候，记得回来喝本公主酿的海棠花酒。嘿，我等你回来。楚空，这一次我必须先走一步，你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小云，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剩下的就只能靠你自己了。这一次你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
宿别离一场，要记你转身的模样，思念也微凉，等不到回响，一字一句落泪两行，纵然再次佳人也难了今生。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你原生没事吧？我没事儿，你呢？我也好像没事儿，太好了。一声叹息断肠，这情伤谁敢重？注定情深之人化一身伤。离别残影斜阳，心悲凉，缘尽一场，随风飘荡你的模样。拿到了吗？拿到了。太好了，我们终于可以下凡了。此行凶险万分，我想你还是留在仙界吧。老李的事儿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况且我们两个人身上都绑着千丝印，根本不可能分开啊。而且我们打着下凡历劫的幌子，却只有你一个人下去，不是明摆着告诉别人有问题吗？既然如此，你先把这补元丹吃了。这是本座尚未给你种下护神咒，如此下界无法确保你元神安全。你要是不吃的话。哦，好，那我吃完了。走吧。哎，等等，仙君，我们有天机盘，虽然可以回到三万年前，可是我们要如何躲过天界那么多双眼睛？你忘了前两天转命说过什么？对啊，七星连珠，我们可以趁着星象混乱之际下凡，这样就可以掩盖踪迹了。还不算太笨。马上，我们就会回到三万年前，为保万无一失，我已经给天机盘设下禁制。我在这一次失去记忆的那一刻，天机盘就会出现，只要我启动天机盘，就能送我们回来。我们一定会找到所有真相的。Thank you.
这凡间的姻缘庙还真是灵啊。怎么回来了？有架不打，不是本姑娘的风格。怎么了？哎，总之，他就是。教你这招，剑术至少精进500年。你会了这招，小爷以后比试可就少让你几招了。好你个狂妄自大的小子，看招！哎，
既然我教了你这招，打算怎么感谢我？既然你教了我剑术，那我就教你些别的。原来你也有这种感觉。我从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好像认识许久许久了。我，哎，流星。他们说对着流星许愿就可以心想事成。今夜我们暂且信他一回。来，我这一生希望和你朝朝暮暮，永不分离。千年万年，永生永世，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要一直在一起。你看那朵云是不是很像一朵海棠花？哎，被你这么一说还真有几分相似啊。我曾听闻凡间有个传说，说是人死后都会化作天上的一颗星星。我才不要做星星，每天昼伏夜出多无趣啊。要是我的话，我死后就要做天上那朵云，自由自在，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说什么呢你呀、啊、有小爷我在，谁敢动你啊？好嘛，我知道了。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嗯，是不是我无论是谁，无论变成什么样子，你都会一直喜欢我？小爷我向来一言九鼎。那你可要记住了，你可别后悔，我是不会给你后悔的机会的。小爷这辈子还没做过后悔的事儿呢。为什么不早说？我倒是想说，不是你一直说不愿和魔罗女帝联姻，我能怎么说？我说我就是你口中那个百般诋毁的魔罗女帝。你要是早点告诉我，我不可能说那些话。你可别忘了，可是你亲口允诺的，说爱的是我这个人，不管我是什么身份。嗯，怎么现在因为我是魔罗女帝，你便要变心了？谁变心了？摩罗族广发请帖，邀请各族少君前来，专门为你选婿。哦，还有那个修明，说什么世交家的弟弟，根本就是地修族的皇子，是专门给你准备的。童养婿。到底是谁跟你胡说八道的？不是事实吗？你该不会是吃醋了吧？召集各族少君前来，可都是护法自己做的决定，我可除了麒麟族谁都没见啊。至于修明，我自始至终只当他是弟弟，要不然我怎么会出宫抓你这个小麒麟呢？帝君现在的话呀，哪句该信哪句不该信，我是一点都不知道啊。还有啊，也不知道本殿下跟小唐的婚约还做不做数。哎，你若是介怀此事，我也不强求，我们就当没见过，什么都没发生过啊。日后多多保重。
你始乱终弃。对，小唐是我，摩罗女帝也是我，你这辈子啊，逃不出我的手掌心。还骗不骗我了？你是谁啊？为什么你跟我长得一模一样？你怎么不说话呀？你究竟是谁？梦到什么了呀？梦里还皱着眉头。我梦到了一个和我长得很像的女子，兴许我是太想要一个姐妹了吧。别想这些了，还不如想想我们的婚事。我早就想好了，到时候我们就回到小木屋，那里既安静又简单，只有你和我。摩罗女帝的婚礼本该六界瞩目，举世欢庆，因为我不得不委屈你了。才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虽自幼生长于地宫，这里的一切都那么繁华，那么精致，可我最开心的时光还是在小木屋的那段时间。那个时候我不是摩罗族女帝，你也不是麒麟族的二皇子，我们是多么的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啊。而且我想和你在那里成婚，也想以小唐的身份嫁给那个一见钟情的少年郎。你还记得当初我对流星许下的誓言吗？朝朝暮暮，永不分离。今夜过后啊，我们便是真正的夫妻了。结发夫妻，白首不离，生死相随，此生不负。
君，二殿下。帝君，二殿下。怎么了？他们怎么？今夜是你们的大婚之夜，属下前来打扰，自知罪该万死。不过属下实在没办法了，求求你们救救景莲，救救景罗。快送定军。多谢二殿下救命之恩。快带孩子到我房里休息一下。好，走。没事了啊。楚康，你没事吧？楚康，楚康，楚康。压制着自己一身的煞气很痛苦吧，可谁会在意，在这世上早就没人在意你的感受，即便你要为他人而死也不能得到半分的怜悯，所以就将他给本殿吧，让我来替你彻底释放，让世人看看一直成为他人附庸的血亲到底有多强。哦，对了，我最近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个长得和我一样的女子，她是我的姐妹吗？我就只是想在梦里见见她，哪怕她是我世上唯一的亲人，都不可以吗？不可以，你的存在不能被外界知道。继续。不好，明月的力量已经被人彻底抽离了。公主的神力与您同源，在六界之中难遇对手，若她真的落入浩轩那奸贼的手中为其所用的话，那么整个六界就真的危险了。不行，本君绝对不会允许此事发生的。
真的是你，主公。本来是没打算让你知道此事，但既然你已经看见了，雷兄也是无能为力。主公，若是从前，单凭我一人之力，一定赢不了你。但今时不同，我的上天眷顾，如今得了明月之力，我想试试。接招吧！多存于这世间一刻，触碰便多一分危险。我与他力量同源，只有我死，才能让明月的力量永远消亡。说我们的缘分从30000年前便结下了，还是因为情劫。可我现在想来，竟不知缘从何起。无论是现在还是30000年前，我注定都会找到你啊。可是我们还有很多事没有来得及做。待我为摩洛族平反之后，再继续完成我们没有完成的婚礼。只是我们要如何找到证据证明浩轩篡改了神域啊？若浩轩真的篡改了神域，那必遭恶诸恒的反噬，会从他的右臂一直蔓延到心口，且无法消失。若他真做了这样的事，那我一定让他给你，给摩罗族一个交代。本来是想试探兄长，但是他却主动试给我看，这么做未免太可疑了。可若他是凶手的话，身上一定会有恶诸痕，怎么会没有呢？难道他已经有所察觉了？你就别担心了，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可是我现在还没有沧海之力，
你也因为救我元神受损，我们要怎么对付他呀？你留在无界之下的沧海之力，我会想办法找回来的。一切都将结束，我们不会有事的。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许绝望，啊！可是，我不知道浩轩接下来会做些什么。我都说了，不许绝望，在那儿胡思乱想些什么呀？我就是担心，我担心他怀疑你。也许啊，早就怀疑了。你说什么？没什么。你有事儿可不能瞒我，你可是答应过我的，你要对我坦诚的。是沧海帝君。你可是天界唯一知道我身份的人啊，小心本君我杀了你。你可知道啊，这晨星台除了可以看星星之外，还是看日出的绝佳之地。我当然知道了，这晨星台是除了九重天之外最高的地方。平日里你们在的时候，我小轩哪敢来呀？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天天来看。一言为定。祥云，拜见大王。哪儿来的妖女啊？污了本王的眼。公子还有要事，就不奉陪了。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要占你便宜的，我就是想吓唬吓唬他。对了，长老他们发现你的真身没有啊？方才你故意泄露仙气，就是为了引开狂龙和不问。我当时也是一时着急，实在是没有办法，所以就……你既然已经知道我真实的身份了，那你还愿意救我？你是不是已经想起了什么？别想太多。既然看在你帮过本王的份上，本王给你一个忠告：这里不适合你。
尽快离开。那我倘若执意要留下呢？我的爱你明白。楚空，你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我要是出去了，你怎么办呀？你留这儿也没什么用啊。可以帮你。现在是铁证如山，我倒要看看你还怎么狡辩。是啊，我是故意装作不认识你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你知不知道这段时间我有多难过呀？我以为你真的忘掉了我们所有的一切。你对不起，我知道这么做很自私，但是我不想让你承受两次痛苦。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我打听到了，妖界或许有法子可以复活沧海，就不需要你的石心了。我来鬼灵是为了修炼妖王之力，而想要修炼妖王之力必须通过狂龙的考验，做到断情绝爱。难怪，难怪狂龙要把我派到你身边，原来他是想测试你。即便是我现在没有忘记你，但是只要我修炼了妖王之力，就还是会忘记你的。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给过你希望，因为只有这样，你才不会失望和痛苦。可是你这般费尽心思到底是为了什么呀？唯有拿到妖王之力，才可以利用妖王之力顺利进入无界，只有进入无界才能把你的沧海之力取回来。此事我不能失败。对不起啊，这次又是因为我害得你承受碎魂剑的痛楚，还要冒这么大的危险，百般筹谋。嗨，不用这样啊，是我说过的，只要有我在，一定会保护好你的。嗯。可是，为了拿回沧海之力，要你冒这么大的险，
我宁愿不要。只有拿回你的沧海之力，加上我的麒麟之力，我们才可以避免六界悲剧重演。何况，不到最后一刻，谁都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不是吗？你说的对，不到最后一刻，我也绝对不会放弃的。就算是你忘了我，我也会想办法让你想起我的。朝朝暮暮，永不分离。我这一生希望和你朝朝暮暮，永不分离。这是你对我说的。我往这里面注入了我的原生之力，你记上它，不管你到哪儿，我都能找到你。那我也加入一丝我的原生之力。这样的话，下辈子、下下辈子，你都能找到我。重新认识。我叫祥云。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我。你没有忘了我，你真的没有忘了我。我没忘了你。我就算是忘了我自己，我也不会再忘了你的。那你说，我是谁？你是陈国。古灵精怪的宋祥云，是圣灵教天真烂漫的杨小霞，是齐国最果敢无畏的祥云公主，是3万年前与我定下白首之约的沧海女帝。也是姻缘阁没大没小的福原仙子祥云。我就知道你不会忘了我的。楚空，你能不能答应我，不管怎么样你都不能丢下我一个人。说好一起白头到老的，我怎么舍得把你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这个世上。
吓死我了。我的爱你明白，生生世世界为你自在，我不怕。即便已练成妖王之力，但是现在下无剑恐怕已经来不及了。浩轩是冲着我来的，我不能连累鬼灵。帝君，你不能去。楚恒，你这是做什么呀？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即便是天兵压境又如何呀？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你去独自面对了。等我们解决完之后我再放你出来。紧锣紧连，你们，我们摩罗神族任凭您差遣。带兵迎战。是。这一切的宿命，我定会将其彻底打破。休明，休要再多费口舌，速速行动。动手吧，你是揭穿浩轩的关键，绝对不可以让他怀疑你。玄天境距离彻底修复完成还需要一点时间。困惑，这一遍是为了帝修错，至今未解的冤屈。苍寒，本君劝你速速认罪，就不必再受这些折磨了。那本君就来看一看，到底这天道究竟是站在你那边，还是站在本君这边。不，
沧海。出口。我来晚了，受苦了。这就回来了，是，我回来了。这是。出空，真的是你吗？那碎魂剑，真相我已经都知道了。三万年前，是你为了一己私利篡改神域。诬陷沧海入魔灭世，而今日你非但不知悔改，反而变本加厉，重蹈覆辙。出空，你贵为我天界战神，难道就甘心被这魔女摆弄？为了她，你愿与兄长为敌？与六界为敌吗？真正伤害六界的是你，该让一切回归正轨了。如若周恒，出口。释放了明月真理，这六界将不得安宁。这一次，我一定会阻止他的。
机关算尽，到头来还是一败涂地。我认了。不过你要杀了我，沧海也不能活。 你是选择杀了自己至真挚爱的人，还是为了他臣服于我的脚下？你选。你的执念都是因我而起，如今。 便由我来清说了结了。我还有第三种选择。 Thank you.
到底是怎么回事？护神咒，一生只护一个人，我做到了。不会的，你跟我开玩笑的对不对？你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事的。别白费力气了，我元神一回，仙灵尽散，没用的。不会的，你不会有事的，你忘了吗？你答应过我的呀，结发夫妻，白首不离，这是你亲口承诺我的。我们还有无数个日日夜夜的，我们还要天长地久的厮守，哪怕变成白发苍苍的老婆婆老公公，我们都不会分开的。当然没有忘，生死相随，此生不负，只可惜没办法陪你到老了，以后的日子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了。不哭了，三万年前就是在这儿你说过的。楚空，你要好好活着，活着才有希望。没有你还有什么希望呀？你要说话算数，你可是答应过老李的，要照顾我一辈子的。好了，别哭鼻子了，你说过的，如果你死了，你想变成一朵无忧无虑的云，我比你更贪心一点，我想要变成这了结的山川河流，清风明月，从此以后自由自在。这次真的要说再见了。红颜映明月，诉别离。楚康，楚康，思念也微凉，等不到回声。楚康，楚康，你醒一下，楚康，我求求你了，纵然再次嫁人，也难了今生。为寻罢了孤身，被情所困，无悔尘世纷纷。好好活着，你得替我好好看看这世界，也许有一天你我终会再相见。娘子，楚空，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对不对？红颜映明
一切都结束了。原来这一切都不是梦，而是我们曾经经历的一切。楚空，相信我，无论你在哪里，在过去还是未来，我都会找到你。祝爷爷奶奶长长久久。谢谢。婉月在那边。哎，谢谢韩姑娘。走。走。休息吧。
事还在流传，因果循环早有记载，命运的红线交织牵绊，连接曾相遇到遗憾，梦醒的时候心跳慌乱，是你悄声在我耳畔，前世的夙愿若未圆满就重来。一环镌刻在脑海里，即使的轮转苦乐都与你作伴，重逢并不是偶然，是我为你而来的勇敢。我的爱你明白，生生世世只为你存在，我不怕命途多舛，只怕与你失散在人海。我心中唯一答案，哪怕谁叫我嫉妒，只是我情愿心甘为爱。我的爱你明白，这一次你又是谁呢？我不怕命途多舛，